你叫什么名字？张靓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慧珍。那么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跟慧珍正在录制一首歌曲，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叫什么名字？那这首歌呢，是一首描述这个女性的爱情的这么一个心境，对吗？这是一首描述女孩心事的一首歌，也是描写女孩子对爱情渴望的一点点小小的无奈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跟慧珍合唱的这首《你叫什么名字》，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慧珍的新专辑叫《爱死了》。慧珍老师很好，继续保持下去。这么快就好开心哦！继续带着幸福的微笑唱着悲伤的歌曲，然后沉醉在满屋子的蚊子当中。太浪漫了！还没动吗？我右脚动了。你这个不想动，动一动不了没所谓，除非我可以这样。再动吧，回来一点，再回来一点。转过来一点，顺时针。觉得我的脚有抽筋的情况。对。来，好的，好，等一下，再给你。腿盖。例如，好，可以啊，好，来，两位准备音乐，准备。好。来 ，rolling， 音乐。像所有平凡的女子。
少心事不与人知，冷暖自己知，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，为爱陷落的城市，对方现实想要把日子都过成诗，我们偶尔矜持，偶尔放肆，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人海之中角色曾相识，爱和被爱都是上天给予的恩赐，我们可以慷慨，可以自私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伤了就不容一点瑕疵，怎能坚强记住爱，像所有平凡的女子，也有多少心事不与人知，哦哦哦，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叫什么名字，现在生活在哪个为爱陷落的城市，对抗现实想要把日子都过成诗，我们偶尔矜持，偶尔放肆，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叫什么名字，人海之中却似曾相识，爱和被爱都是上天给予的恩赐，我们可以慷慨，可以自私，叫什么